吓我一跳！各位好，哦，你吓我一跳哎！突然这样冲出来，哦，我现在喂食霸王，喂食霸王，嗯，都饿了哦，哦，都有动作了，哦，这只是绿霸，绿霸，我也是干羊，OK，Hello。我唤醒你。其实我们霸王啊，一般都比较难饲养的原因是，各位有的玩家啊，或者是刚入手的那个玩家，都会以为跟那个什么南美的一样，你过去逗他一下，他就马上开口。其实霸王他们本身就不是那一种很爱吃、超爱吃，啊，互动很佳的那一种，不是，他们需要。调情好不好？你调情他一下嘛，哎妈，各位们看到，他现在稍微身上有一点点动作了哦，你要调情呢，逗他哦，好不好？逗他一下，让他感觉有 feel， 有那个 feel 来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会回应你了哦。他，啊，如果不吃的话，他自然手也会给你拨开，噔噔噔噔，要吗？啊？啊，亲爱的，你要吗？啊，要不要？这一块肉，牛肉，啊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嘛？不要哦，你不要，我要拿走喽。啊，亲爱的，不要，哦，他不要，好，你看，所以霸王的部分如果有这样子的动作，他也没闭眼啊。对不对？他不想吃，你看各位，我就不会强迫他喂食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健康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刚刚我少做了一个动作，我再补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要帮他保持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只啊，好不好？换下一只，我们换这一只。这一只绿霸，我，哦，这只好像比较大只，比刚刚那只大只一点。哦，我们再来调情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了哈。Hello， 感觉他好像在睡觉，在休息。Hello， 哇，人类，有没有 feel？ 这一只有没有 feel 啊？嗨嗨。好像没什么 feel 哎，哦，好像没什么 feel 哎。各位，你看到，哦，我距离喂食他们饲料到现在也不到三天时间啊，所以霸王哦，你要距离七天到十天左右再喂食就可以了。哦，他们不吃就不吃了，你强迫他喂食都没有用，也有可能他还没消化完，就有可能提早菜汁来，勉强吃的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他跟我讲说，老子勉强让你调情吃一下啦，哦，勉强吃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帮他保持一下。好，换下一只。再换下一只哈，哦，因为这边的一直在躁动，跳来跳去，感觉好像。不喜欢不喜欢我去调情别的蛙，哦，还有这样子的，哦，还有这样子的。嗨 Hello， 你要吃吗？我要耶，你看他们如果要吃的话，其实很快时间就会开口了，哦，好不好？绿霸王脚没有想象中这么难饲养啊，真的啦！如果你真的有要饲养的话，哦，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它放开？是因为它咬到这个很硬的，所以你咬到硬的，哦，霸王它会松口。OK， 好，这样就不要再动它了，它就会把它刻下去。哦，
给它切掉。好，我们再换下一只好不好？就换下一只。换下一只霸王。这一只野基因红霸，啊，这一只我自己在饲养，所以就纯分享，好不好？哎，对。还不错吧？哦，这一只是有野基因的啦，哈，野基因的。的霸王，好，我们再换下一只。还有最后两只，刚刚除了只有一只没有吃而已嘛。这只也是霸王，就是刚刚这只在躁动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想要吃，试试看好不好？你敢是你？你敢要吃？身体歪掉了？哦，有有那个 feel 哦，哦哦，难怪哦。好啦好啦，给你吃多一点好不好？哦，给你吃多一点，但是也只能这样子而已，我也不会给你太多。OK， 哦，肿起来呀、啊！哦，这只可能会歹哦，歪起啊，歪起！哈，哦，这只可能会凶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我先不理你，我先喂下一只。哎呦喂呀，这个编号是几号啊？帮你推一下好不好？帮你推一下。这边嘴边肉哦，嘴边肉也不放过哦，哦，嘴边肉也不放过，好。感觉这只会凶耶，肿起来了，你看，用手摸摸看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嗨呀嗨呀，哦哦哦！我不要再逗了，不然就又像上次那样子，哦，没拄好，没拄好啊！紧嘞，紧嘞，我们换下一只。好，最后一只，我、哦、那个编号我已经记住了。嗨，看他的手扶在那边。我们喂食这一只哈，哎、欸，我那缸里面还有一只，我待会再把它抓出来。嗨，要吃吗？要吃不？呜，翻身呢、欸、哈，翻身扑击。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其实我都加一定的量，哦，一定的量你喂食就好了。你真的不用给你蛙吃太饱，真正吃的太真太撑的话，他们真的会菜汁啦。那不要开玩笑哎，好不好？对啊。OK， 我现在用手哈、哦、去剥我那一只，哎，歪家的豆底下，拍谁？这只不是凶的那只，那只已经被收走了。我轻轻抓它，抓你起来，抓你起来，放在这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只也会叫哎，刚没听错吧？好了，不要逗它了，
我们也不要经常逗蛙了，好不好？好吃吗 ？Hello， 把它吵醒了。那个脸我真的会笑死我！要不要吃啊？不被夹，你看，所以你看，有时候，哇，他哎，他从这一个地方，你看到，跳到这里来，要不要吃？哇，来落去。好了，他不吃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再把他抓回去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去，我们回去，好不好？哦，拍谁？拍谁？啊、哦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来，哎，啊，帮我先把你丢到水里面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我已经喂食完霸王了，谢谢各位。哦，今天就告一段落，我现在要赶快去包货了，要出货了。有的蛙友已经在等了，好，谢谢各位。